说吧，随便说，不要刷屏就行了，不要一直说。上路应该是个剑魔，哎呀，没带疾跑的吧？这没带疾跑的奥纳夫可不太好啊。谢谢三更食人间，新版本了啊，给大家教学一把，奥纳夫一级打剑魔 ，Q 上来吃药，平 A， 平 A Q， 记住奥纳夫一级没有害怕的人，再 Q 再 A 再 A，Q 点炎闪现平 A 回血，吃药，减速，走位，查眼儿。二级学一个 W，Q 一下，吃药，好，这波没有打野，我们回家。打的剑魔，我决定先来两个小部件。哎，不来小部件了，这样吧，我先来把长剑。不行，我得先来两个小部件，我来一个皮孩一个部件，死的惨了，完了，我报仇经验没吃到。Q 一下，我们带了点炎啊、哦，把他杀了。他带的是传送，其实我们杀他这一波相当于没杀，只是有了300块钱的经济。先不打这波啊，去支援一手。我的兵线不太适合去支援。这波预判斧子没预判到，有点烦啊、嗯。不过无所谓，我们有皮孩 ，Q 一下，闪电。我正要去，我以为他定不着呢，谁知道他给定着了。我寻我预判他 E 的位置，啪嚓一个撇，正好撇飞了。不过剑魔前期一吸力比较长，没事，这一波我们卡住兵线啊，我有两瓶药加两个饼干，蓝量绝对够回到满的。等剑魔上来让他以为我们没蓝，其实我们全是蓝，这蓝随便回。直接抠吃药，开始锤，念出我们咒语啊！剑魔是吧？剑魔，剑魔，剑魔，吃药！剑魔，剑魔，剑魔，剑魔是吧？剑魔是吧？嗯，把饼干吃一个就差不多了。吃一波塔皮，回家了。先把这个皮孩出了，然后我们来一个减息地，再加一把长剑是97攻击力，1100的血量，102，1100。那我们来这个，刚才那个血也不多，蓝也不多，就不是蓝也不，攻击力也不多，就加了点冷却，要那10%冷却没啥用。
谢谢，我是小抖抖的八个半卡，谢谢小抖抖啊、哦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这一波他没有闪现，我们站在草丛里边，嗯，只要他敢补上面这个兵，他就要死，知道吧？建模是吧？建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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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波兵我们推的比较快啊，推了可以吃他塔皮，不吃白不吃，也可以控一手，但控一手没有这样优势大。现在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一下 W 开建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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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不越他，因为他有闪现、啊、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好，这波可以越了，我们吃个塔，吃个小药啊，点炎 Q 接 E 平 A， 然后闪现抖，吃个小饼干，能反杀就反杀，反杀不了就拉倒，他闪现的我们没办法，出一个铁刺鞭。让凯隐收了我们500块。嗯，这波打野来了你也没办法，你杀他杀完以后打野来了就来了吧。我们去打个红去，这艾克的英雄要红没什么用、啊、所以我们把红给他打了，并且他看到了对面的红。凯隐是吧？开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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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科学战斧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上一波建模没有用闪现，这波我们试试啊，能不能把他闪给他打出来。走位一波，直接干建模，建模还打我，建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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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扶着建模，呀哈！吃我一记雷神锤！剑魔科学战斧，我们先吃塔皮，他没啥威胁。Q 他一下，这波不要站在这个第一个草丛，往里边插个眼，他有可能会往里插眼，我们在这等他。兵线一定是往出推的，100%往出推。啊，他如果不回家，这波他就要死。我们等个大招，他的链有减速，我们不好杀他。等个大招，3秒钟，2秒钟可以上了。来，建模，建模，建模，彻底消灭。这一波很有可能凯隐会来，但是我们的这个血量啊还比较健康，他应该秒不掉我，他没变身他就打不过我，他要变身了我们就跑一手。能早点把塔拆了就早点把塔拆了。回家了，他在打峡谷，来一个科学战斧。第二件装备我决定直接做板甲，换个扫描，万一阿卡丽我们能杀。哎呀，我特别佩服那些会玩阿卡丽的英雄人，
真的，我特别佩服那些会玩阿卡丽的人。我觉得这么难的英雄都能玩好。这家伙正在高涨。我们把上路塔推完以后，先看看四周的情况。如果下路特别不顺，我们可以去下路赶他一波。如果像是这种的建模，还嚣张，狂妄建模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线上都没有人，我们就只能来上路了。把他杀完以后，试试能不能推二塔。凯隐在下路已经看见了啊，所以我们推应该是没有人能干扰我们。阿卡丽啊，没关系，这个英雄秒不掉我们。来，扶着撇一手剑魔，打到栅栏。把 Q 你一下，再 E 一下，走一走。我们现在都可以 poke 他，你知道吗？远程 poke 他，他都受不了。poke 刘奥纳夫，好，来直接开打，建模。到我们的斩杀血量了。中路看见凯隐跟阿卡丽了，他俩应该都不能来。这波我们上塔应该是推了，吸点血。这剑魔是开大招出来的吗？这剑魔他是不卖装备了？我一看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把白甲除了，这样就没有人能风筝得了我们了，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小疾跑。然后这波上路的兵线应该不会很快的到，中路呢也没什么人，那永恩搁那拆塔呢，所以这一波我们往下走试一试。好，正好看见拉克斯了，先扫一下看有没有眼儿，让他做好准备。我们一个 Q， 平 A 一咳血战斧，这波不用开大招，他刚才把 Q 放了，他 Q 到我们再开大也是可以的，省一个大招。想早点赢就直接往下推。这边下路死了，沙米拉来推塔，我们就一直推。如果你还想玩一会儿的话，你可以先不推。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快点推，快点推。奥纳夫这个英雄后边不是很好拯救世界。来，让我撇着你就死。女警是吧？敢让我撇着，还敢让我撇着？谁来了？建模来了，咱先不上。哎，找一找阿卡丽 ，Q 一下，这双 buff 不想要了，这是。科学战斧，撇个斧子。建模，躲一下 E。走呗，瞅我，哎呦我瞅，让你瞅，
抠吸血吸血吸血科技战斧，抠刺我雷神锤，反向抠，好勾，拉克斯瞅我，拉克斯先不上啊，这波上了肯定会死。哎呦我好抠、哦、那也不上，我们并不是一个莽夫啊，我们是有智商的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这波的话这女警就可以尝试一波击杀，人有点多啊，不急，来这干什么，哎呦我走位走位走位，他不敢上，科学战斧一个扣，哇血没回上来，凯旋没回上来，回上来应该凯旋能死不了，下一件装备来个蟹手吧，蟹手出一个，我们就可右了图，最好是血量能多一点，把这药卖了，算了药不卖了，我蟹手先不出了，我先来个这个、我先来个巨酒，巨型九头蛇，你这几天感冒了能玩的英雄吗？能啊，干嘛不能啊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跑的是真快呀、你是不是以为你能走得了啊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能走得掉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能走得掉，这么狂狂狂啊，这么狂妄，快跑抠一下，真是狂妄，凯隐还敢进入我的身体，建模什么出装？心态爆炸了！建模，抠一下，狂吧！直接 A 死他啊！如果他 E 的一瞬间，我们也是可以 A 到他的。他刚才如果 E 回来，我们也是能打到他。这怎么打个防御塔也能有建设呀？拉克斯很狂妄啊，拉克斯，我把斧子捡回来，捡灯笼，给大家结个账啊。